台媒报道，传奇作家三毛生涯唯一编剧作品的滚滚红尘，曾荣获金马八项大奖。电影集结金奖影帝后，林青霞、秦汉、赵曼玉主演，更被封为5、6年级生必看的爱情神片。时隔近30年推出数位修复版，令不少影迷期待。滚滚红尘是林青霞夺得金马影后殊荣的生涯代表作，曾陷入寻找自我迷惘中长达10年的她，时时刻刻担心外界眼光与看法。林青霞在这部电影里脱胎换骨，坦言拍摄时我也察觉了自己跟以前不同，特别清楚自己该做什么，我想是因为我终于找到了自己。夺下生涯唯一一座金马后冠时，林青霞也在台上感性发言，从台下走到台上，在外人来看距离似乎是这么的